上期视频叠甲叠晚了，也叠薄了，不该上来就做睡前故事。接受小伙伴们的建议，对于我在上一期视频没能展开解释表示道歉。这一期开始就说明一下，本期视频主要是推理，全是脑洞以及脑洞的推理过程，仅供各位参考。宫崎英高的故事是你的也是我的，但归根到底还是你的，能帮助到你最终得出你自己的故事，就是这个视频最大的价值。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我的频道，我是还处于魅惑状态的光头麦克叔。那么首先探讨一下单一神奇的问题，在已经认同了梅森莫和梅丽娜是玛丽卡的孩子的前提下，不少人在纠结的是，他们的父亲是谁？是不是因为小孩有蛇、有火、有红发，同时玛丽卡不具备这些特征，那么他们的父亲就一定要具备这些特征呢？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个例子，游戏中明确地指出玛丽尼亚和米凯拉是单一神奇的孩子。我的问题是，玛丽卡和拉达冈哪一个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具有猩红腐败、永远长不大、睡眠、魅惑等能力？那么如果玛丽卡和拉达冈作为单一神奇生下的孩子，可以和父母没有任何相似点，为什么就一定要求梅森莫和梅丽娜要继承点什么呢？这只是反证，我们还可以再顺着证明一次。游戏中一共有五种蝴蝶，如果我们暂时把腐败蝶放在一边，那么剩下的是退生蝶、艾欧尼亚蝶、火星蝶、黑火蝶。这四种蝴蝶完美的契合了玛丽卡的四个孩子。如果你认同这个映射关系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梅森莫和梅丽娜和米凯拉与玛丽尼亚一样，是玛丽卡作为单一神奇亲生的孩子，既无需是与其他的王诞下的，又或者有其他怪胎下出生的可能。否则要提出其他任何可能性的话，你可能都得解释一下，为何玛丽卡那么多其他的指示都没有蝴蝶对应，偏偏这四个孩子有这么精准的对应关系。比如我们对比一下玛丽卡与葛弗雷，或者拉达冈与满月的孩子，即便像恶兆兄弟也有熔炉的诅咒，却没有蝴蝶对应。而上面有四种蝴蝶的孩子身上全部都记述着诅咒，这正是腐败女神的追忆中的那句话，米凯拉与玛丽尼亚是由单一神奇所生的指示，因此他们都是神人，但那生命却十分脆弱，其中一人永远年幼，其中一人腐败寄生。这样的话同样适用于梅丽娜和梅森莫，这也是我之前一直在强调的，游戏的设定是有含义的。所以我认为梅森莫和梅丽娜是玛丽卡作为单一神奇的第一代孩子是非常非常大概率的事件，几乎就是事实，但它还不能是百分之百确定的事实，主要就是因为有腐败蝶这个另类的存在。不过我想应该也足够说明一些问题了吧。在单一神奇的前提下，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萧瑟野眸的女王。在艾格雷那期视频中，我们提到了萧瑟与蛇的渊源，以及游戏文本中提到他是指头选中的神人，手持命定之石，其使徒神皮也有熔炉百象之蛇的模样。主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玛丽卡和萧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第二种认为 DLC 在青蓝海岸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米凯拉与他的半身托尼娜割裂的场景，加上龙离骑士的文件名是萧衍骑士，几乎坐实了玛丽卡曾经是在这里分离自己萧衍这个半身的事实。当我在玻璃村看到蛇皮，几乎就完全赞同了半身这个答案，萧衍就在幽影之地，而萧衍就是曾经的玛丽卡。有小伙伴在评论区的补充，我认为非常的有见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上个视频的最大问题，那就是没有说清楚幽影之地作为死亡汇流之地是被玛丽卡隐藏的重要原因。毕竟死亡卢恩就是命定之死，是黄金律法诞生之初首先去除封印的黑暗影子，在幽影之地的青蓝海岸与日语中的萧瑟一致，并且有萧衍骑士在这里，或许这里就是命定之死的源头。玛丽卡在这里打败了死亡的神奇，从而成为了新的神奇，这个见教有一定的道理。不得不说高手永远都是在评论区啊。再次感谢补充，如果同意所有这些内容的话，那么萧衍部分的完整版本将会是萧瑟野眸的女王被指头选定为神人，率领使徒屠杀一切神奇，包括角人的降神，而玛丽卡打败萧瑟野眸的女王成为新的神奇，得到角人的支持，跨过神之门。我们这里暂时先不说复仇不复仇的事情，以上这个说法其实用两个个体或萧衍是玛丽卡的半身都可以成立，并无太多违和。但这有一个前提，这一切或许都得发生在幽影之地才能成立，因为一有青蓝海岸，
二，有认为隆尼的内部文件名可以作为有效线索。三，玛丽卡已经在幽影之地跨过神之门成为了神启，按照以上版本打败另一个神人只能是在幽影之地。但是我自己没法说服自己的地方有三点。第一，如果萧瑟眼眸的女王曾与玛丽卡同时出现在幽影之地，为何现在的幽影之地没有一点关于她的痕迹，角人们从始至终提到的都是玛丽卡。第二，能够从幽影之地活到交界地的东西并不多，活狐算是一个，这个我们后面再说。如果玛丽卡在幽影之地就已经打败了萧衍，但萧瑟眼眸女王的物品以及其神皮使徒大规模在交界地活跃，这是为什么呢？第三，也是最难解释的，命令之石被剥离的事情在交界地人尽皆知，为何要被隐藏？被隐蔽之后的幽影之地遍地玛丽卡的赐福，隐蔽幽影之地只是为了隐藏那些没有遵循归宿律法的黑色的影子吗？同样曾经遵循与黄金律法不同法则的魔法学院，打不过可以联姻，更何况幽影之地还打得过。以上我对于玛丽卡在幽影之地打败萧瑟眼眸的女王，或萧衍与玛丽卡是彼此半生的说法，并不是非常的认同。我认为这里的影子，宫崎英高玩了一个双关，就如同当年在血缘诅咒里的苍白之血一样，黄金树的影子是幽影树，而黄金律法的影子就是死亡卢恩。玛丽卡与萧瑟眼眸的女王是两个故事。不过还是要重申，这是我自己无法说服自己才得出的结论，我的理由各位可以参考，得出自己的结论。同时对于青蓝海岸以及幽影之地死亡本质的解读非常的精彩，各位也可以参考。玛丽卡是不是一定要打败某个神启才能受到诅咒呢？我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是这样。比如米凯拉的永远长不大，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单一神启诞下孩子身上的诅咒一定要与某个神启发生过战斗才会染上。那么作为单一神启的玛丽卡，诞下眼睛里技术有命定之齿的梅琳娜就是有可能的，就像无法通过文本找到玛丽卡与恶之蛇战斗的痕迹一样，单一神启就是会被诅咒，没有原因。作为玛丽卡女王的孩子，在玛丽卡成为神启后，梅琳娜自然成为了指头选择的神人，这一点和技术腐败的玛琳尼亚一样。这里我要插播解释一下，远古黄金树大概率就是幽影之地的交错树，也就是幽影树。这个有两点可以证明。第一，黄金树相关的文章有三个，对应的应该是三个不同时代的黄金树。然而这里的文本有些混淆，无法非常清晰地界定远古黄金树到底是不是初始黄金树，具体这里就不展开花时间分析了，只要知道有三种不同的黄金树文章就可以了，不用纠结名字。而幽影树化身的祷告幽影之地背后是这种远古黄金树的文章，并且文本写明是，也因此那黄金总有幽影相随，其他的远古黄金树祷告还有熔炉祷告、艾尔登流星祷告等等。而角人信仰的降神有黄金熔炉的痕迹，等同于远古黄金树。第二，这是正片里根子的那句话，据说大树根过去与黄金树相连，因此地下墓地都落在大树根所在处。在游戏已知的内容中只出现过两棵树，那么这里的大树只能是幽影树。在熔炉骑士的盔甲上看到蕴含初始黄金树生命熔炉的力量，初始黄金树是葛弗雷时代的黄金树，对应的这也是为何葛弗雷被称作初始艾尔登之王。那么换而言之，这里蕴含的生命熔炉的力量有很大可能来自黄金树连接的大树。结合上面两点，幽影树应该就是远古黄金树，但是区别于现在的黄金树被称之为幻影树。结合王城下层厚厚的灰以及蛇背叛黄金树的故事，这棵初始黄金树应该被烧过。详细的解释过程各位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视频。所以到底什么是幻影树？说黄金树的演化历史是为了说萧瑟眼眸女王与蛇的故事。在幽影之地除了梅瑟莫只有两处与蛇相关的内容，一个相关的记载在决斗盾上，献给黄金树的战斗战斗仪式用的武器，幽影之地仍保有此一习俗，但相比斗士头盔上记载的相关仪式，在纳达冈的时代被废除了。而这面盾上的花纹神似熔炉骑士的自留亚的树毛，且放在如今梅瑟莫控制的大树库里，那么可以推测决斗盾是梅瑟莫的部队在葛弗雷作为王的时期之中，在纳达冈作为王的时期之前带到幽影之地来的。这也间接地确定了梅瑟莫出征的大概时间，与通过盖乌斯的相关文本推论一致，没有冲突。第二处是波尼村的蛇的蜕皮，
按照最直接的逻辑来判断，这应该是梅瑟莫的推皮，他烧了玻璃村，并对自己的老家人献上母亲啊祝福。只不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虽然深色的蛇蜕皮，其蜕下的皮确实是浅色的，但是如果这张皮是恶之蛇的蜕皮，那么则缺少了恶之蛇身上布满的眼睛部分。如果这张皮是红色带翼蛇的蛇皮的话，尺寸又完全不相符。因此如果不是素材问题的话，我判断这张皮并不是梅瑟莫的蜕皮，那会是谁的呢？在交界地，以前的黄金律法十分宽大，连完全对立的法则都能够包容。这句话罗杰斯在说的时候，指的就是卡利亚和魔法学院。死亡本身就是与黄金律法完全对立的法则，这说明存在一个时间点，最初在交界地的黄金律法命定之死并没有被去除。在最一开始，黄金树与所有势力为敌，经历无数次的战斗，赢得胜利后成为了律法。但紧随其后的是，黄金律法在去除命定之死后才得以成立。当然以上有些 NPC 的对白也不一定完全可信，不过在未发现冲突之前应该是可用的。根据萧瑟眼魔女王的相关文本记载，作为被指头选中的神人，萧衍率领自己的使徒狩猎神奇。在之前的分析中，我不敢联想这个事情与黄金律法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可以非常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梅琳娜作为萧瑟眼魔的女王，在帮自己的母亲清除那些不容于律法的外在神奇。但是故事的转折或许是发生在蛇对梅琳娜的诱惑。蛇是背叛黄金树的存在，以目前已知的信息是在交界地发生的。不仅交界地人尽皆知，且幽影之地并没有相关的信息。如果这是发生在幽影之地的故事，就早已被隐藏了。那么按照上面的信息往下推，梅琳娜可能背叛了自己母亲的黄金树，以身为火种之身烧了初始黄金树，但最终被马里卡斯打败，命定之死被封印。这时如果再回头对比艾格雷教堂里的那张蛇皮与波尼村的蛇皮，头部有着极为相似的花纹，当然可以说是素材复用，但也同样有极大概率波尼村的蛇就是之后长大并诱惑拉卡德的蛇。历史在不断的重演。梅琳娜是萧衍这个版本，对比马里卡斯萧衍的版本，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萧衍的故事始于交界地，终于交界地，没有在幽影之地留下痕迹。第二，解答了重生后的梅琳娜为何有火烧痕迹以及萧瑟眼眸。第三，如果梅琳娜也有蛇技术在身，结合梅瑟莫身有恶之蛇，之前虽然未被隐藏，却在交界地被嫌弃，之后又被玛丽卡留在了影之地，如果是因为妹妹背叛了黄金树，一切似乎就说得通了，且与幽影之地的故事没有冲突。其实以上所有这些内容都在艾格雷教堂那期视频中或多或少提到过，但是当时因为没有单一神奇孩子这个结论，以及并不能确定远古黄金树与初始黄金树的关系，我并不敢把梅琳娜与萧衍联系起来。而现在我认为是有比较充足的理由认为梅琳娜就是萧瑟眼魔的女王了。以上就是我对幽影之地带来的故事的补充，再次为上次视频没有解释清楚说声抱歉，也请各位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补充与建议一起探讨，希望能在睡前故事之前给出一个相对完整和真实的故事全貌。毕竟这个世界原本没有异端，所有的一切能结合互融。我是被魅惑的光头麦克叔，点播关注不迷路。